要像是你在照顾我们，真的，因为其实我的年纪可能跟你的孩子们差不多或小一些，然后所以感觉你很像我妈。你是否还记得儿时单纯的节拍？年少的期待，这世界让我们忘记自己的存在。曾经我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未来？你是否还记得I don't want to be that fat. It is unacceptable to me. Unacceptable. 哎，慢慢的东西重的往里面，轻的在外面，然后又冷却下来，所以 RNA 呢，它就会送出来，在我们的核糖体这里呢，转译成蛋白质。混合物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物理方法，把它呢分成它原本组成里面的一些纯物质。好，结果呢，你的眼睛在这里呢，其实呢就可以看得到。男生女生一起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工作，绝对比不上一个男生单独在房间里面跟一个女生单独在房间里面工作，这就称作三角不等式，要记得哟。他就要问一个长度是不是等于根号 A 平加 B 平，看起来直觉上很像。